这边，往这边嘛，往那边，应该是，阿力豆，睡觉，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 你先放嘛，咱到底先放啦。
几楼？三楼，330房。等一下，摄影机要先上。对，摄影机要先。摄影机在前面。对，在前面。照相跟摄影要在前面。应该拜拜，应该要拜一下。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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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恭喜恭喜！等一下他到二楼那边好，我等一下要弄。到二楼，二楼，二楼。
一点，他们后面那个车队还没跟上呢，提江木来还没上呢，等一下，第三部车子还没来。OK， 走了，咱们走，啥地方不走了？第四部、第五部、第六部 ，OK。赵云现在入了线左哈。嗯。要赵。啊？走路方向走。进来。不是了，走原来的路了。啊，因为现在还没下班，现在可以了。啊，感冒了。晚上酒多喝一点就好了。哎，目标，我用打火机就可以了。把黎明的要一台车要不来？要子弹要不来？Them and I can't imagine.
旁。感谢部门跪拜。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起立，起立。夫妻对拜，一鞠躬，先拍桌上。信仰天主教的家庭，最大的财富莫过于天堂的财富。现在陈先生要以圣经的教训作为信仰的传承，新郎新娘请跪接圣训。现在要用德训篇的一篇圣训，为他们的祝福以及他们的训诲。德训篇，我儿，你执行你的工作时，应当谦和，这样你会比施惠的人更受人爱戴。你越伟大，在一切事上越当谦降。这样你才能在上主面前获得恩宠，因为只有上主的权能是伟大的，为全省人所尊尊崇。智慧举扬自己的子孙，照顾寻找自己的人，在正义的道路上他要身为前导，爱他的就是爱他的生命，辛勤寻找他的必能充满喜乐，占有他的必承受荣耀，他到哪里，上主就在哪里祝福。凡是奉他的，就是奉是圣者；凡爱慕他的，上主也必爱他们。听从他们的，必能统治万民；亲近他的，必能安居度日；依赖他的，必能为产业。以上是圣，以上是天主的圣训。现在授予圣经，我们现在以大家用光荣颂来赞美这对神的新人，还有天主的祝福。愿光荣归于父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愿光荣归于父子及圣神。完成了家庭的婚礼，拥抱一下。现在由大姑姐姐引荐竹青，我们去竹青街那里一个一个介绍，好吧？来，你们请坐下，请唱圣歌。好。叫一声啊，一起一起一起。Thank you.
在也请那个亲家那边的哈，那个新郎家的亲戚，请起立，我们大家认识一下，我们表示欢迎。新郎新娘也非常叩谢女方的家族。送入洞房吟诗，悠悠人世，爱是不嫉妒，爱是不知怕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好，吉云，梅少，我们送给你我们的祝福，我们祝福你们两位恩爱是在天主的爱内充满他的恩宠，祝福你们，成为我们圣家的一份子。谢谢。你们小俊男跑掉了。谢谢新房。不看叔叔，阿爸看新娘。恭喜你们了，看新娘。像看这边，看那个了，是吧？Thank you.
只是说不能坐船啊，好像哎，男生可以啊，女生我记得最好不要坐船啊，反正就对，我发现你不能坐船就对了。可以进来，可以进来拍照啊，这是什么东西？刘，你吃完了是吧？他们不用，他们不吃完，要这样放。上车了吧？上车。可以了吧？是不是要走了？小雷他们其他的亲戚，还剩下一个，到教堂，快到教堂的时候再发一个。
众，来来。Thank you.
啦，小哥的球啦。对。小哥在哪里？小哥在哪里？妈咪。来，你帮我。你先，我先几岁啦？他，你要不要先说？连着四年级的。可以呀，可以呀。你换一个队去。你喝水吗？你喝水吗？我弄到的。他家有吸管。那啊，你带一点进去，然后停下去，没有关系。今天邀请所有的亲朋好友和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不仅是祝福这一对新人，我们更要做他们婚姻的见证人。因为在天主教会里面非常重视婚姻，因为在圣经里面给予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很清楚地体认到男女之间的结合成为夫妇，这是天主所赏赐给我们的恩宠。那么在圣经里面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以拆散。所以在教会内，我们重视婚姻的道理就是从圣经的教训来的。特别在今天的社会，我们需要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和谐，家庭里面能够和乐，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够安定，才能够进步。那么在天主教的信仰里头，我们坚定地相信天主所结合的夫妇人不可以拆散。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参与他们两位的婚礼，我们做他们的见证人，我们为他们祈祷，我们也要祝福今天所有参与的亲朋好友，所有的主内弟兄姐妹。那么我们怀着喜乐赞美的心一起来参与今天的婚礼。我们现在要请司祭团，我们要请司祭团进场。我们今天是邀请林吉南主教来为这一位新人降服他们。我们今天在弥撒中所用的当中，也许有很多第一次到天主教会来参与这样的婚礼，那我们非常欢迎你用心来感受我们在教会怎么样来预备我们教会的婚礼。Thank you.
将其立，及圣神之名。阿门。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主内弟兄姊妹，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上主所祝福的日子，让我们聚在这里，为这一对新人陈屈渊、朱梅嫂他们的婚礼祝福。现在邀请大家特别为他们一起祈祷，祈求上主让他们真的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为获得这个恩宠，我们在这个弥撒中我们一起来祈祷。我向全能的天主忏悔教友，原谅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蒙恩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他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听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象征基督与教会结合的好机，求你协助新郎新娘一言以行实践他们的信仰。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Amen。 请坐下。我们现在一起来聆听圣经。第一天的圣经旧约选出来，我们要请陈启真来攻读这一篇圣言。这个圣经非常的优美，它在赞美新郎新娘，更代表着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现在来聆听这一段圣经。看，他已经在我们的堂后有
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地纯洁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地上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即使人为我而辱骂迫害你，逆造一切坏话诽谤你们。来吧，弟兄姊妹，今天在救世主堂真是喜气洋洋。这个喜气因着这一对新人把我们整个圣堂的气氛热闹起来。这种的热闹不只是外表的，也可以说每一个人今天都带着祝福来祝福这一对新人。今年是国际家庭年，他们选在这个时刻来举行婚礼，可以说不只是认识他们的祝福他们，也可以说整个教会为祝新的家庭的弟兄姊妹都在为他们祈祷。所以今天不只是他们两位的喜事而已，可以说是我们的本堂、我们的教会的喜事。真的很高兴看到他们就要组成新的家庭。新郎我很熟，因为我们可以说认识了有十多年。当他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是我们本堂非常优秀的青年会的领导者。我想他今天走上婚姻这条路，他也会在这个家庭以他的这种信仰来配合的教会的引领，组成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特别今天有一群可以说是新郎的爸爸妈妈的特别的朋友，他们也是一个知信团的，而且他们今天当我进了圣堂以后，哇，好多好多的伴郎伴娘，虽然没有挂着这种牌子，真的这一群都是带着同样的喜乐来给他们祝福。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这种场面，我再一次的邀请各位来为他们祝福之外，也为他们祈祷。也借这个机会，我要跟新郎新娘讲几句话。刚刚我们在读经里已经很清楚地听到了三段圣经，这三段圣经可以说是要求新郎新娘应该在这个婚姻生活中、组织这个家庭中，如何才能获得幸福美满。特别读经二，圣伯禄中途特别提示做新郎的应该如何疼爱自己的妻子，做妻子的也应该如何来疼爱自己的先生。他们应该是同心同意来共同创造他们美好的前程。所以今天这个时刻，新郎新娘除了各位给你们的祝福之外，也应该将天主的圣言铭刻在心。特别你们要如何的为对方付出，需要有
真正的从内心发出的爱。你们爱的有多少，就会为对方牺牲多少，这是幸福美满婚姻所最需要的，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最不容易做到的。但是为了你们的家的组合能够幸福美满，的确需要。两位都是天主所拣选的好子女，有同样的信仰，也可以说在今天这个社会，特别在我们的教会里，可以说是得天独厚，是天作之合，让你们在天主的巧妙安排之下认识了，而且两位都是同样的信仰，在同样的信仰过程中，你们更容易的彼此来互相敬爱，依靠天主的恩宠，把你们的心连在一起，真正的心连心，这样你们的家庭的幸福就在你们的掌握在你们的手中。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真的特别提到的幸福，这种幸福当然首先要获得天主的祝福，但获得天主的祝福，你们期待的就是今天福音给我们提到的征服八端的种种。我们应该有一颗温良的心，应该有一个怜悯的心，有神明的心，哀痛的心，这样你们才会真正的缔造你们家庭的幸福。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祝福你们，也代表教会为你们祝福。所以今天在这个喜乐的日子，也是我们整个团体喜乐的日子，因着你们的这种家庭的幸福美满，将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另外一个新的希望。因为我们的社会今天看到有那么多那么多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很多都是在家庭里产生出来的，所以因着你们可以说是天主所祝福的家庭，天主所安排的这种婚姻，也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新的希望。愿你们也不负天主给你们这个使命，让我们再一次的为你祈祷，而且你也应该有这种信心。我们的祈祷不只是只有今天，我们继续的继续的，除了我们今天在座的之外，可以说整个教会都是弟兄姊妹，这个基督的大家庭都会为你们这个家庭祝福。所以当你们有什么不顺利的这个时候，立刻想到天主是你的依靠，所有的弟兄姊妹也就是你们的依靠。所以在这里你们应该可以很放心的来走上这一条路，创造你们的前程。再一次的祝福你们，天主保佑。新郎新娘请起立，我们现在要进行征询礼。我们在教会的婚姻一定要两位自己表明他们愿意，神父才会给他们祝福。今天在天主的面前，在教会，教会和双方的家长亲友以及全体来宾的面前，即将结为夫妇。你们知道婚姻是天主定的制度，也是基督建立的圣事，
夫妇的爱情是神圣的，婚姻的责任又是何等的重大。婚姻也是天作之合，因此夫妇两人就需白首偕老。现在我以教会的名义，请你们郑重表明自己的意愿。陈启林先生，你是自愿来此结婚的吗？是的。朱梅小姐，你是自愿来此结婚的吗？是的。你们两位既然选择了婚姻生活，也愿意一生互爱互敬吗？愿意。你们愿意接受天主将来赏赐的子女，并按照基督的圣训和教会的规矩教养他们吗？愿意。你们两位既然决定结为夫妇，就请你们握手。同时在天主及教会的面前表明你们的同意。陈启林先生，你愿意接受朱梅小小姐做你的妻子，并许下在任何环境中一生敬爱她、忠于她？我愿意。朱梅小小姐，你愿意接受陈启林先生做你的丈夫，并许下在任何环境中一生敬爱他、忠于他吗？我愿意。现在，请你们相互宣誓。这是天作之合，我将你们结为夫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双方家长、见证人、介绍人以及诸位亲友，刚才我已经祝福他们两位成为夫妇。我请诸位一起作证，他俩已经是天主手结合的夫妇，将互敬互爱，白首偕老。谢天主。愿天主降福这对戒指，请你们互相交换，作为亲爱忠贞的信物。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表示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我给你戴上这枚戒指，表示我对你的忠贞与爱情，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堂，请掀开新娘的头纱，也不要忘了给新娘一个甜蜜的吻。我们所有的他们已经即将许诺完成了他们的终身大事，现在我们要一起为这对新人来祈祷，请起立，请看地主教会。而今天在天主的面前缔结良缘的新郎新娘祈求我们的天父，请为全世界的教会和我们的团体祈祷，求指使所有的基督徒精神团结，互爱互助，犹如所读，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垂听我们。请为我国及全球各国的领袖祈祷，求主恩赐他们智慧和毅力，以谋求民众的福祉，稳固家庭的基础，致力于世界的和平。求主垂听我们。请为今天在此领受婚姻誓师的新男新娘祈祷，求主赏赐他们婚姻生活中所需要的恩宠，使他们一生保持忠信，恩爱不移。我们同声祈祷，求主垂听我们。受邪恶的危害，帮助他们建立幸福的家庭，成为模范教友家庭。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指引我们。请为今天参加婚礼的各位亲友祈祷，求主以圣爱关注在每个人的心中，使他们爱主爱人，善度家庭生活。我们同声祈祷，求主指引我们。全能永生的天父，愿你照顾今天在你台前缔结良缘的新郎新娘，使他们互敬互爱，忠贞不二，今生遵守你的诫命，来世共享天上的永福。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门。圣祭礼仪，请坐下。在这个时刻，我们来献唱第十二页献这首歌，是台语。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把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生命，也为我们和整个神教会的益处。请起立。天主，求你收纳我们为这新婚夫妇所献上的礼品，你慈爱将他们结合在一起，求你也照顾他们一生的岁月，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Amen。 愿主与你们同在。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必然使人得救。你愿意夫妻借着婚姻盛事缔结不可破坏的盟约，使他们和睦相处，白首偕老。由于神妙的安排与丰富的恩宠，使他们在圣洁的婚姻生活中争夺你的子女，造福人权，发扬圣教。因此我们借着基督，随同天使、众灵天使以及天上诸圣，歌颂你的光荣，不停地欢呼。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起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立功。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起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清点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立功。新的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不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的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念今天新婚的陈菊园朱梅夫妇，你使他们结合在一起，降服了他们的婚约，求你赏赐他们和睦相处，白首偕老。求你也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并求你垂念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贞荣福玛利亚、诸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接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尊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念和神圣都归于你，直到永远。在唱天主经的时候，让我们手牵着手，欢聚在耶稣基督的爱里。我们举证从救主的宣誓，又承受他的教导，在感受协力，共同为家庭和人权服务。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主耶稣基督，你曾对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单看你教会的心得。平安照你的圣意是教养并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请大家福就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出面是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奉献到我们面前。
祝福他们俩将开始新的家庭生活，给予他们所需要的恩宠，在他们的生活中，在他们的工作上，给予你更多的恩用，也祈求你祝福今天所有来参与的亲朋好友，也祈求你把你的爱也灌注到他们心里，这样祈祷依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一起唱如露千古。上主，求你接着这圣祭的功效，增加新婚夫妇的恩宠，护卫你建立的婚姻制度，即使他们结为夫妇，又有主在你成事的时候，主教要特别为这对新人摆架，这对新人跪下。愿主与你们同在。赐给你们真正的喜乐和所期盼的子女，并降福你们新建立的家庭。愿天主的唯一圣子在你们一生的各种境遇中助佑你们。愿天主圣神常将他的圣爱灌注在你们心中。各位羌笛的亲友，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门。弥撒已成，感谢天主。我们接着要进行拜谢礼。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新郎新娘拜谢天主，请叩首礼。叩首。三叩首。
谢天主赐给你们能够一对眼眷结成一个幸福的家庭。请起立，我们请土地的神父们就位。新郎新娘要谢谢今天为他们证婚的女主教汪神父，还有我们孟神父、何神父。新郎新娘向证婚神父一鞠躬。双方家长，我们男女双方家长请到前面来，新娘的哥哥也请一起来。新郎新娘在这个时刻要谢谢爸爸妈妈为他们两个人所做的一番努力和教导。新郎新娘谢谢爸爸妈妈，鞠躬。新郎新娘要答谢今天所有来参与的亲友和弟兄姐妹们。那么新郎新娘请向后转，我们全体请起立，我们也祝福他们。新郎新娘谢谢所有参与的亲友和姊妹兄姐们，鞠躬。我们用掌声恭喜。
这对新人，我们一起来献唱新婚快乐。那么我们等一下有拉炮的，我们请在门口，在市场里面不要放拉炮。新郎新娘请向后转，接受大家的祝福。应该洗牌换别人了。看看有谁要照了，赶快就可以，谁马上下去啊！去啊。
这边呢，这亲人这么多。要从后面，他们后面那边撒 ，Hello， 要从后面，对啊，在他们后面那边撒了才有。明白啊。等一下要等他们，不要再撒了。应该亲一亲啊，好。亲一亲啊，亲一亲好了。啊，等一下。他们两个先许愿，许完了愿以后呢，再请他们两个这样。